嗱，我翻嚟第二節啦。咁頭先我哋結尾嘅嘢提到咧，就係喺嗰個量子電腦嗰度咧，就我哋已經去到一個非常之關鍵嘅時刻啦。咁啊，隨時可能出現咗呢個量子電腦。咁但係量子電腦咧，如果有咗之後咧，會唔會有呢個量子電互聯網咧？嗱，咁呢度咧，我唔會話唔需要有先後次序嘅分別嘅。量子運算我哋已經出現了，其實在未正式一個真正出嚟擺在你面前的用得的量子電腦之前咧，已經係可以搞一下乜嘢叫做量子的互聯網嘅啦嚇。咁同一時間嗰種量子的保密的技術同埋資訊壓縮技術咧，亦都可以同時去進行嘅啦。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我哋係好密切地留意緊咧。會不會已經有一個準備可以商用的量子電腦可以走出來？那我們在以往回顧那裡，我們跟大家就數一下，有沒有些國家，有沒有些機構，它現在正在做的那個量子電腦是可以越來越複雜到可能有1000個量子委員，然後就準備好，就是說而且它後面那些冷凍啊、除錯那些做得很完善，令它可以變成一個已經是運算得的一個量子電腦系統呢，咁越嚟越近㗎啦吓。咁而家我哋就留意緊睇下邊一個機構就即係脫穎而出嘅啫。但係同時間啦，即係我哋記得呢個未來啊，我哋21世紀見到嗰個量子革命呢，係一次過牽涉幾樣嘢嘅。即係大家唔好將量子電腦，即係 quantum或者我哋叫做量子運算啦 ,quantum computing 啦吓，而嗰部機器就會做 quantum computer 啦，係咪就唔好將呢啲嘢就同嗰個 quantum information 嘅嗰個互聯網嗰個 quantum internet 啊嗰啲嘢咧就去撈亂嚇，因為就係話你要完全去實現呢啲咁嘅資訊技術量子化，除咗你運算嗰個機器要係量子化咧，你連嗰個通訊制式都要量子化嚇。咁所以呢度 quantum internet 好多時就連結埋一個問題，就係即係 quantum encryption， 即係嗰個量子嘅資訊加密。同埋量即係嗰啲個，同埋點樣去傳輸啲量子資訊係一大個問題。咁另外就係點樣整一部機器去實現呢個量子運算，咁即係點樣整一部量子電腦，又係另一個好重要嘅大單元。咁而家咧今次咧我哋呢節其實想講另外一方面啊，就係咧嗰個量子嘅整一個量子互聯網。你譬如話有如果有兩部量子電腦嘅機器。佢要係穿越一個空間去連成一個網絡，咁究竟做咗未咧？咁原來啱啱喺呢個禮拜咧，就正式有一個消息，就係由英國嘅即係 Imperial College 啊，即係帝國學院，咁就由佢去出咗呢一個結果先咧，我就完全唔驚訝嘅，因為如果講英國嚟講，做呢啲激光光學嘅技術，運用到激光嚟做呢一啲量子運算嘅實驗。同埋一啲嘅激要牽涉到激光做呢啲量子嘅光學裝置咧，一定係第一流噶啦 ，Imperial College。咁所以咧，由佢哋去出嚟話俾大家聽，佢哋實現咗第一個嘅量子化嘅互聯網咧，就由佢哋做，我唔驚訝。但係呢個消息終於出現咧，我覺得好值得同大家去講嘅，因為回憶翻咧，大家有冇睇過咧以前發明電話嗰個故事啊？哦 ，Bell， 即係係啦。Bell 嗰個故事，即係台長唔知仲記咩？嗰段歷史就係你要首先有人諗到將你說話嘅信號變成為電磁嘅信號，將呢個電磁信號可以好遠咁嚟去傳輸，要有電線，有條電話線，係咪？呢啲嘢喺電話未發明之前嘅時候係冇人整咗出嚟嘅。即係如果你問翻嗰個電話嘅歷史，你一定會睇翻就係。Bell 幾時係第一次去 demo 俾人睇，佢能夠做到呢一個遠距離嘅電話通訊？你要有部嘢係可以將你嘅話音變成電訊，然之後你另外一方嘅聽筒亦都可以咧由佢嗰個電訊變翻成話音咁樣聽到啊嘛嚇！咁呢樣嘢咧就即係我哋係視之為一個即係現代通訊革命一個好重要嘅事件。咁如果你話講現代量子通訊好重要嘅革命咧，咁我會話今次呢一個 Imperial College 俾呢個結果咧，基本上就重複翻 Bell 佢哋嗰個嘅成就咯。我會話。咁但係嗰個技術嘅細節點樣？即係話你點樣將呢啲嘅信號變成量子化，將佢變成量子化嘅意義係嘅意思係點解？
嗱咁嘅，喺嗱太過技術嘅嘢就容許我呢度去嘗試簡化咗啲先。咁大家要明白咧，即係我哋提翻嗰個打電話嘅故事咧，係想提醒翻大家咧，我哋點樣將我哋現有喺一方嘅資訊去將佢編譯去傳到去第二方嗰度，即係嗰個技術難關喺邊？以電話個例子嚟講，你點樣將你嘅話音去設計咗個機器，令到個機器可以將你嘅聲音去變成一啲電訊，係咪？咁於是乎咧，你會發覺咧，原來嗰個電話嘅聽筒或者今時今日我哋嗰啲麥咧，係牽涉到一個有啲如何將你機械嘅震動變成為將佢嗰個機械嘅運動透過一個電磁感應嘅裝置變成咗一個電起落嘅信號，係咪？咁呢個就係最簡單嗰個原理，但係你始終就係要有人識得嗰啲電磁學理論嚟將佢發明一個裝置，嗰個裝置基本上就係一個 interface， 一個界面，就係由你把聲嘅輸入變成為佢哋溝通嘅嗰個電訊嘅信號嚇。咁今時今日咧，你去發明呢個量子互聯網咧，你要面對到嘅嗰個其中一個問題就係你點去發明一個界面。我而家咧就有兩部都可以叫做運算到嘅，即係一個電訊單元喺度。嗱咁先，即係首先唔好講就係話點樣將我哋日常嗰啲咁嘅資訊，將佢變成為一個可以俾量子電腦去運算嘅嗰個嗰度已經係一個界面嚟㗎啦。即係用個都唔係太好嘅比喻就係，我而家對住部電腦，我唔係對住，即係我唔係將聲音嘅信號打入電腦嗰度。我是將很多我打字的信號變成為一個文字，可能是變成了一個程序，一個程式，那些程式就教電腦怎麼去做事樣。其實你會發覺很多一個二個的界面在這裡，就是由我感受到我手指運動的那個界面，甚至乎我拿到去我要打的那個的字母信號之後，那堆字母怎麼變成為呢，即係嗰字母攞到嘅嗰個咁樣嘅命令，點樣變成為一個真係可以喺電腦入邊可以執行到嗰樣嘢咧？其實又係另外一個電腦語言嘅一個問題。咁好啦，到運算嗰個制式，你運算嗰樣嘢點樣變成為我哋，即係由我哋而家撳緊電腦點樣變成為正正式式喺嗰個 CPU 入邊諗緊嗰啲嘢咧？又係另外一回，即係另外一個 computer engineering 嘅問題嚟嘅。咁而家呢啲嘢容許我就係太過細緻嘅，我省略咗佢先。咁當然你要克服嘅其中一個難關就係你點樣係俾命令落去嗰個電腦，個電腦識得了解呢個命令嚟知道去做乜嘢運算同埋做乜嘢資訊嘅傳輸。而呢啲咁樣嘅運算入面咧，就係牽涉到咧嗰個量子電腦嚇，或者佢喺呢度咧，佢未就算唔牽涉到一個真係運算緊嘅量子電腦嘅話咧，佢係可能係一個普通的電腦，但係嗰個電腦要懂得將呢啲資訊咧擺落一個嘅裝置度，變成一啲量子運算嘅資訊。即係我而家一部電腦唔係純粹插條線就可以變咗做量子電腦嘅，係中間你一定要係有個界面，你傳統嘅一啲嘅信號點樣變成係一個咧量子運算單元入邊溝通緊嘅信號，即係話你由你自己打入去呢啲資訊點樣成為嗰個量子運算入邊嘅量子態？咁嗰度又係一大堆，即係好重要的問題。咁好，但係如果你話講呢堆問題，都仲係喺嗰個叫做量子運算嘅嗰個範疇裏邊嘅啫。即係我去發明一部量子電腦咁解啫。好啦，到你要去溝通，你用一個乜嘢制式發送？發送嘅時候，對面點樣去解翻出嚟？即係台長，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咧？我哋有電腦有咗好耐啦。但是懂得上網呢，是到近二三十年才叫做很普及大家去上網的。即是在你說80年代其實有上網的，但是你要有一定程度的即電腦的知識，你才知道原來要買什麼儀器，執行什麼的軟件才能夠可以將一部電腦連去第二部電腦那裡，即是那些叫 modem 的東西。即是我們現在部電腦就不用另外播個 modem 的，個 modem 其實一個界面，就係將你電腦發出嚟嗰啲資訊變成為一個嘅，即係可以傳輸到嘅一個資訊，然之後到第二邊咧，就將佢解密翻，即係變咗咧。其實嗰個 modem， 即係呢種咁樣嘅傳統電腦 modem 嘅作用，同我哋個電話聽筒係一樣，其實就係嚇。
咁好啦，到到你量子電腦、量子資訊傳輸咧，你都一定需要有一個咁樣嘅界面嚟去將呢啲量子化咗嘅資訊嚟去做傳輸。咁好多嘅技術問題容許我就係，譬如你話個界面點樣去整啊？咁你問我真係完全唔清楚嘅。但係有一個咧，我覺得比較容易同大家介紹嘅一個技術難關喺邊度咧，就係咁嘅。如果即係台長，你有冇了解到咧？譬如當年光纖之父高坤教授，其實佢個貢獻最核心嗰個地方係喺邊咧？你有冇聽過呢個其實到底係咩一回事啊？咁呢度就要申報利益先啦，因為我係親自訪問過高坤教授嘅嚇。咁佢即係嗰個嘅貢獻咧，應該係咪將嗰個信號本身咧係變成呢個光子嘅信號？係。而且佢由嗰個咧，由理論上可能變做技術上可行，咁呢個就係即係光纖之父高坤最重要嘅貢獻。佢其中即係呢度嗱，呢陣間即係大家俾啲耐性，即係點解我要提到去高坤教授嘅貢獻咧？喺有光纖，我哋知道光纖有光行過咁啊，傳輸咁樣啦。但係咧，光咧喺呢啲咁嘅玻璃管呢啲咁嘅光纖行咧。是有損耗的，它走了一個距離，它的光會散失了，散失了可能是變成那條光纖那條玻璃體裡面的熱力這樣去散失，或者那條玻璃自己本身很多的瑕疵，令到有些光是彈走了，彈了在別處，這種散失。咁其實即係高坤教授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貢獻，佢嗰個 paper 其實而家擺喺中文大學嗰個圖書館度，其中一個仲係展覽咗出嚟，就係咧佢去提出一啲嘅原則同埋嘗試去解説嗰個技術問題，就係點樣去整一條足夠靚嘅玻璃管，嗰條咁嘅玻璃光纖究竟要去到幾靚先能夠咧令到實際你用起上嚟係變得實際咧？如果你係行一米，佢已經損耗咗好多嘅時候，你就要成日加好多嘢去崩翻大個信號，變咗個成本就好高。你係最緊要做到嗰條光纖嗰個嘅損耗同埋嗰個缺損係做到有咁少得咁少損耗，個瑕疵有咁少得咁少，令到你可以成個傳輸咧，幾乎就係唔需要做任何嘅加強信號就已經可以繼續去傳輸落去。咁所以你見而家嗰啲海底光纖電纜咧，係可以行好多公里都唔需要去加強信號嘅。然之後可能喺兩個隔好遠嘅海岸度，你係先至去將個信號即係去加強翻，咁啊已經可以做到傳輸啦。咁當年高坤就做好多呢啲嘢去奔走嘅，佢我記得佢其中好得意，佢走到去嗰個咧，今日整咩嗰啲咩廚具啊，康寧煲嗰啲康寧啊，去到嗰啲總之即係美國嗰啲 Delaware 呢啲州嗰度咧，專係做呢啲咁嘅化工材料最叻嘅嗰啲咁嘅機構度去嘗試 push 呢樣嘢，咁呢個貢獻所在。咁好啦，點解關我哋呢一個嘅量子通訊事咧？量子通訊面對嘅問題亦都有，佢咧行咗一個足夠嘅距離，佢要擺得落光纖度，但係行咗一個足夠嘅距離，佢都會有一個損耗喺度，即係呢個量子嘅信號，佢會自己會散嘅，慢慢嚇，因為佢不停地喺嗰個嘅光纖嗰度咧，即係撞嚟撞去，而且係一個更加容易被即係撞散嘅信號。咁所以你要點樣去？克服呢啲問題要擺幾多先，即係能夠令到佢個信號再能夠維持翻一個嘅精確度咧？即係嗰啲資訊一路傳，佢會隨住佢空間咁樣傳播，喺嗰啲物料入邊傳播，佢會係散。咁今次咧呢一個嘅 Imperial College 咧，佢其中一個去幫大家諗定去解決技術問題，就係我哋幾時學，我哋點樣可以準備好將我哋嘅呢啲量子電腦第時擺喺一個咧好實際，可以去到一個隔幾十幾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嘅呢種距離，都可以做一種可靠嘅量子傳輸咧。咁佢就提出咗一啲概念同埋建立嗰啲初步嘅發明了一個初步的界面，你去怎樣可以幫我將這個保持這個量子這個信號在個光纖傳播裡面的質量是怎樣可以維持住。其中我覺得它這裡比較容易大家明白，就是這個帝國學院其中一個為大家貢獻去解決了什麼技術難關，就是在這裡。但是後面牽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利益問題，制式，誰如果是最早即是去建立了這件事，它就控制了制式，即是等於現
你去走去做互聯網啊咩誒 www 其實可以唔使係咁喎。如果你係其他國家就變咗第二樣嘢嘅喎。嗯，其實咁係嘅。你如果譬如英國率先去發明，即係發明咗呢樣嘢先咧，咁佢變咗喺未來嚇決定咗究竟，到真係大家都做到呢啲咁嘅量子通訊啦，有咩準則，有咩制式嘅呢啲問題咧，咁就變咗佢好重要啦。即係有一啲問題可能咧，未討論到細節，但大家都想像到嘅。我哋用一個乜嘢嘅頻率咧？而家佢用緊嗰個頻率咧，原來就係同我哋一般嗰啲光纖上網嗰種嗰個光嘅嗰個光子嘅頻率係一樣嘅啫。咁係好事嚟嘅，因為咧你用咗同我哋而家用到我哋而家同一種嘅光纖頻率嚟做量子資訊嘅傳輸咧，就係話咧呢種咁樣頻率嘅光，佢喺我哋而家現有嗰種咁嘅光纖物料入邊面對個物理限制係一樣嘅。如果你發覺最後你係需要用到一個完全唔同嘅頻率嚟去做呢個嘅傳輸嘅時候，可能你要再為嗰種頻率去度身訂造另外一種更加好嘅材料去做嗰個光纖。咁所以即係喺呢度就叫做我盡量去即係刮到一啲可以大家比較容易明到嘅嘢，去等大家了解嗰個即係帝國學院佢哋喺今次嗰個貢獻。係啊，嗱，咁大家如果唔明咩叫制式嘅話咧，我舉個好實體嘅例子啦。如果互聯網係中國發明嘅話咧，今日如果你打個 URL 落去咧，要打中文，咁就全世界跪低啊！真係咁冇嘅，你大家係咪都要學呢個即係輸入用中文嘅輸入法嚟去做咧？咁樣嚇，咁嚇，但我未必嘅，但可能咧，你會發覺佢都係會用 A 至 Z 嘅指令，但係嗰啲指令咧，可能就會成日用到 Q J X Y 二 Z 呢幾個掣啦。吓，即系可能就会系咁咯。系，好啦，头先你讲嗰度咧，我有少少补充嘅，就系咧，譬如最初点解会有互联网咧，就嗰阵时唔系普通人用啊嘛，系应该系 DARPA 美国国防部入边一个属下嘅研究小组。嗯，当佢哋要倾嘅时候，佢哋发觉咧，嗱，我哋咁样倾啊。譬如嗰阵时应该喺入边，佢哋做咗 router 嘅，即系研究埋 router。嗯，咁你仲谂下咧？譬如话如果你年纪大啲嘅时候咧，你做咗上网系点上网啊？剛才你說的 modem 啊，那時候真的打電話的嘛，是啊，用電話線，是啊，用電話線打的嘛，那就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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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那些東西嘛，啊，收到之後跟著怎麼樣，冧機喎，因為包太大，是啊，那傳輸又慢，還有中間呢，你不要有家人手痕，你用那條電話線上網，你不要有家人突然拿起電話打算打電話，或者最好亦都唔好由人哋打電話嚟，有一電話一入咧，你成個信就成個通訊就 interrupt 咗噶啦。咁仲有當其時，如果你想睇 AV 嘅話，係好痛苦啊嘛，就係啲畫面咧，即係首先會睇到話好興奮啦，跟住逐格慢啦，跟住定格啦。咩相？直頭你攞到張相都好好噶啦，已經唔好話有動畫添啦，攞到張相你已經好多陰德，你先叫建立咗好多功德，你先即係要好多嘅福氣，你先能夠匯聚到個條件，令到佢順利想下載到你想要嘅嘢啊嘛。係啊，嗰陣時係好痛苦嘅事情嘅。咁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啦，其實法國咧係最先用類似互聯網嘅東西，嗰，那個叫 Minitel。嗯，那個是沒有圖畫的，只是齋字的，嗯，但是就大家今天記當然記互聯網，就剛才我這個問題，它最先發定，它和那個應用的程度很廣泛到你不得不跟它的制式，是你除非你好像北韓那樣，我完全不用的，我自己搞過一套東西出來，嗯，你行不行？沒有，它最後都是在外面抄回來的，系啊，都系 Linux 啫，我谂佢啲嘢都系。系啊，啱系啊，系 Linux 嚟噶。好啦，呢节喺度结束，我哋下一节再翻嚟啊。好。神秘的嘢第一节。咁啊，2022神秘的嘢同大家见面啦。谂啊，今日会同大家讲啲咩咧？就嗰一单咧喺飞机上面发生嘅古怪嘢啊！吓。嗯。咁话说咧。在幾個月之前咧，就一架美國的內陸機咧，突然間有個女人啊，就企咗起身出嚟咧，就大吵大鬧話要落機嘅。諗到底係發生啲咩事咧？咁呢個女人咧就話闖去隔離嗰個咧就唔係人類嚟噶，大家唔落機咧，咁啊成機人都會死噶啦。有好多網民喺度話咧，就話其實個女人咧就其實可能係冇講大話嘅，就話坐喺個女人隔離一個咧係一個叫 shapeshifter 嘅嘢噶。咁啊，幾圖你點睇啊？嗱，
呢樣嘢咧，其實都唔算係新噶啦。以前我哋向神秘的嘢都有提過嘅蛾獸，咩係蛾獸呢？蛾獸就係可以變成人形嘅神獸之一。咁點解我今日咧神秘的嘢咧會講呢個題材呢？嗱，其實你諗下，如果啊 shapeshifter 係真嘅話，就會唔會啊我哋身邊嘅人咧，其實未必真係嗰個人嚟嘅咧？其實係 shapeshifter 去模擬翻嗰個樣嘅嗰個人咧。喂，咁換句説話嚟講咧，咁即係可能有一日啲觀眾喺度睇緊嘅咧，就並唔係啊我同阿紀圖喺度做節目，而有兩個人咧就扮緊我哋喺度做節目嘅喎。咁、但係如果係咁就好機會大鑊啦。咁有機會咧，啲人就真係咧追緊啲假嘅節目，就唔記得咧就追我哋嘅節目啊嘛。咁關鍵係，如果啲觀眾睇完之後喺 YouTube 上面，佢哋訂翻個訂閱制，咁問題咪解決咗咯？嗱，冇錯啦。其實我同阿紀圖咧就真係冇夾過㗎啦。但正正咧就係我想講嘅嘢啦。其實咧就有人扮佢哋兩個咧就唔緊要嘅。最緊要咧就用 YouTube 平台睇我哋節目嘅觀眾咧，就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同埋鐘仔喺度咧就撳一下，咁我有新嘅節目咧就會有通知噶啦。咁啊好啦，今日神秘的嘢咧就係咁先，之後咧就有神秘之嘢啦。並唔係真係我同阿台長，唔係，我做台長，所以我係企圖啊嚟嗰次，sorry。